先生，你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请问这个月的医药费什么时候能给到？舅妈，舅妈，舅妈，我妈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我求求您帮帮我。拖不了，那你就去把你妈的氧气管给拔了呗。不能这样做啊，舅妈。月50万，这么贵的医药费，谁负担得起？只就1万，自己出。这房子是我妈买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它卖了，给我妈救救急。卖房，强也别强。你先借我50万，让我先救救急，我求你。没有，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喂，吴先生，您的母亲去世了。您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不可能，你等着，我现在就把钱拿了。孝子。没用，都是我没用。妈，对不起。小伙子，缺钱吗？给你发财符，这个可以变钱的。多少钱都可以，变钱？啊，一千万、1亿、1000亿都可以的，拿去，给呀！全是我的，有发财符吗？房子、票子、女人，全都有了，拿去吧。可是。我全身上下就只有10块钱。你说的是真的吗？真没了。能活命了，那太好了。冲锋了吧，神经病。嗯？聚德不才，一风翻，便是多肉，可随意设立金额，获取钱财，上不封土。臭男人，你快离婚，我孩子怎么走？急什么？那胡一万对你不起吗？你给我留做马，我给你钱，你不爽得很呐、啊？又皮，他就一群刁难，又穷又皮。行行，明天呐，我拿1亿砸你，保准带走你和孩子。狗男女，哎呦，队友回来了，上房间，还叫你老婆，我是你妈，老子杀了你！妈，怎么这么多钱啊？聚德会财，逆风翻盘。聚德会财，逆风翻盘。我要40万。收到转账，40万元转了。老板，
几点了？在哪儿？还不快过来上班？是老板，我妈过世。妈过世了，你又没死，没死就滚回来上班。老板，你要找的盒子在哪？是吗？那天在那里。看一下。小张啊，就是太漂亮。你要是跟了我，这老板的位置可就是你的了。不要！对不起，老板，我真的要请假。你妈没喝死你，就没要敲门啊？见坏我好事儿！你都几个老婆了，你还打小张主意？看得上他，是我给他面子。要不是他长了这张脸，我能让他当我秘书？渣，老子不干了！老爸，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爸爸老同学叔叔侄儿远房亲戚的面子，这门你能进吗？滚吧！那小子，是你。既然如此，我就收购公司。你是在跟我说话？难道我是在跟狗说话吗？你看，不是被疯了吧？对。一千，我出一千块收购你。一千，是不是老婆跟人跑了，又傻又疯了呀？啊！一，往前，老板，一万，拿走，开门去。好的，两位忙。两位忙。一万，还算什么？你这破公司一千万，拿合同。废物！你要是能拿出五十万，我就赚。要钱就算了，我祖宗还不乐意。那要是你输了怎么办？我就用舌头把你的地板给舔干净。行行行，拿钱吧。还有没有了？还差一碗。咋的？没有。你地板给我舔干净喽。这里，哎，你这个，谢了兄弟，老谢，公司是我的了啊。大兄弟，这公司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五十万就把它给卖了呀。这样吧，还是算一千万收购你公司。真的？来，收到转账。一千万元奖，一千万，真的这样？爹，你是我亲爹，我这公司就算盈利，他也获得不了这么多的收益。以后我就是大老板，张晴就是总经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干。大晴，有何惧？兄弟，顾老板，我爹生前说过，男人从贫苦到一夜暴富，如果还能大人大义，必定算账。跟着他一定有大东西，请胡老板收下我，以后就是一些小二，
我就是你身边的一条狗。我就是你身边的一条狗。这样吧，叫一声。不错不错，大壮，去长生啊！以后你就跟着我。胡老板，以后跟着你了。好。你妈的后事就从简了啊！以后就别来我这地儿了，没有你妈这层关系呢，我们也就没关系了啊。没有关系了吗？舅妈。你是刚死了妈妈，还不赶紧去做孝子，跑到我们这来干什么？我是来找舅妈商量。你就在外面，我也忙着呢。我是来找你商量关于我妈的后事。你是要文和的钱吗？你是给你的，是你自己不要。我温和的钱就没有你旁边了。那就好，我最讨厌死乞白赖。现在开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我明白，我是来告诉你，我妈给我留了一笔遗产。我妈给我留了一笔遗产。遗产？哼，是。一百块，我也不和你分了，你自己拿去花吧。100万，天哪，你妈给你这么多钱？我妈一直打几份工啊，我还是供着你儿子上学，省吃俭用的，还是存了一点。快给我们！给你们？凭什么给你们？你不是说跟我没关系吗？有。是我大亲侄儿，当然有关系啊。是吗？我怎么没觉得？进门连口水都没有。啊，有，来，赶紧喝，赶紧喝。怎么？你觉得我妈对你好吗？好，当然好，她是我亲姐。那你觉得你对我妈好吗？好啊，当然好啊，我是她亲弟妹。那我妈的后事儿该不该从简呢？不该不该，要搞大搞。大哥，怎么大办？把所有的亲戚，远的近的，都叫过来，都来孝敬他。那你儿子呢？我叫他回来，请长假。行，等你们伺候好了我妈，我就把这钱给你和亲戚。哎，好侄儿。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家三口守着你和你妈，这些钱和这些亲戚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三口子可真够无耻的啊。行了，好了，我收拾你了。不用了，再多看你们一眼我都先脏了我的眼睛。你去了，我还是收拾你了。离婚。就这么跟我离婚，吴一万，你脑子进水吧？脑子进水的人才不。你看清楚你自己，猪头猪脑废物一个。你现在跟我离婚了，看你去哪能找到我这样正点。再正点的女人也不能给我戴绿帽子。拜托，我才给你戴一顶绿帽子，才一顶而已，已经被你够仁慈了。就一顶好吗？已经被你够仁慈了。你真廉耻！你有一个年后悔的，舍不得了吧？老板，今天有点晒。也许呢，老板给你这种演员，你够闲。老板，可以啊，老板的车，还请了老板跟同事当演员啊，够气。
家本，哎，我记得张成的男朋友是在做房地产销售。是。走，买房。好，我们一层。好嘞，走了。演，你就继续演，小心没钱给演员结工资啊，废物。王婶，哎。这老板在厕所啊，又出来男厕所出来了，你叫谁大姐呢？孙天。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亲爱的，我来看买房。哇、哦，原来这就是女朋友孙晴啊！你认识我？啊！孙天，你叫他俩的船。燕姐才是我的真爱。你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晚上也不开心。可是是你说的，你爱我呀。这个，那你给我了，万吧，十万，五万，你能给我？是，我是没有他有钱。可是你小学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无论贫穷富贵，无论生老病死，我爱你一辈子啊，没有问题啊，小帅哥。小帅哥，晚上哦，老地方，不见不散。燕姐吧，来着。他不是今晚叫几个小姐妹一起来找你？好好好，那咱们多少也答应。那要看你今晚。加倍努力。这男人比我还死。小张，这公共厕所可不卫生吗？怎么了？不走，那他还在这里买房啊？买啊，为什么不买啊？老汉在吗？孙天在吗？我要买房。老板，我就是孙天，你认识我？买房买多大面积啊？你就是孙天啊？我是张晴同事，做保安的。保安？我这里房子十万一平，干十辈子保安都买不起。滚滚。张晴，买这一层房子需要多少钱？大概10亿。哇，好多钱啊！张杰，你从哪里找那么大户？张杰，你从哪里找那么大户？老谢，啊，这房子值这么多钱吗？这个楼盘啊，刚刚集团开发的，值超过1200亿。现在房价低迷阶段，为我们花2亿入口，原来是套利。那就来。啊，老板，小人有点不太行，你别生气，是不是辛苦？老谢，如果我们参股这个万豪呢？什么？万豪集团还投资了医疗板块，项目的重点是关注老年重病医疗，属于国家重点支持产业，可解决老百姓的重病医疗费用过于高昂的问题。听起来不错，张行，我们就入股这个万豪集团。好了，入股。哇，差不多得了吧，我别动了。张晴，这男的你还要吗？亲爱的，我错了，我下来搞远，真的好爱好爱你。小张可是我们公司总经理，配吗？嘿，你等着做牛郎吧。王婶，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其实我也以前是工商管理硕士， MBA 管理硕士，企业管理硕士，行政管理硕士。厉害啊。哎，我靠，你这么牛呀。后来被人戴绿帽子，冲动伤人，所以出来后没人敢用，你就只能做个保安。那你不早说。没事，以后啊必有你的用武之地。谢胡老板。是兄弟，别客气啊。哎，老板，我们待会去干嘛？去买珠宝、买房、买车，想买啥买啥。胡老板，可是我们刚才花了。哎，我是谁啊？胡一万啊，有的是钱，怕啥？站住！你们几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冷静。知道，是亿万富豪才能进的高端私人商场。这个商场里有全世界限量版。全世界顶级设计师限量版珠宝。哎，还有全世界顶级的美女。知道就好，快滚！这里不是你们冷静的。你们是拿了小学门口的游戏卡都揣身上了吧？这张是万豪豪庭顶楼门禁卡，这一张是国际银行超级黑卡，全球百大银行必须存款1亿才能得到超级黑卡。现在我们可以进了吗？请进。你好，欢迎光临。老板，办公确认了，万豪集团不是你有情况的吗？那有什么办法？万豪集团最近在开发养老安全房地产，一钉子货很难打。钉子货？那我们是不是搞定了这个钉子货的话，一定打通万豪集团？应该也是个机会。哎，什么人？你敢把手放在我老板身上？七个大姐，你不是孙天的小孩吗？老板，我一看您可是顶级富豪，送您我们店里一张全球通卡，持卡者可以享受我们所有女店员的超级星级酒店服务。我有女店员。你孙天怎么了？那个孙小子不知道哪儿有出一身的病，早就不出来了。燕姐是吧？帮我给这个女士抽一张随随便便刷的卡。那把他们今天摸过的东西都给我买下来，所有人的。谢谢老板。我突然想起来，我的那个房东小香姐好像就是万豪集团拔不掉的那个钉子户。突然想起来，我的那个房东小香姐好像就是万豪集团拔不掉的那个钉子户。小香姐，别激动回来，别激动回来，别激动回来。哎呦疼啊，小香姐，我先松手。我松手？你个猪头山，我还以为你一家三口昨晚都跑路了呢。不是因为你死了吗？我早就打电话报警抓你了。你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你老婆孩子昨晚都打包走了。什么？你们就是要二打一？这是我同事。不管你什么关系，我只要房租。您以前不是可怜我们吗？以前那是有个可怜的妈，现在妈没了，你还有什么好可怜的？明白了，给钱。我说你这要是能一口气拿出一年的房费，我就给你报一辈子的阿姐。那你可别后悔啊。你倒是拿钱来让我后悔啊。10万块，多出来的5万就当是你的工资了。
给你当垃圾，能有5万块？那你还缺不缺扫地、洗衣服、刷厕所的呀？这样一说，5万块钱只倒垃圾是少了点。那这些你都包了吧？行。对了，小香姐，上次你说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把这房子拆迁啊？给我2000万。你抢钱吧，比我还贪。好，到账了，你看一下。收到转账，2000万元整。奇怪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呀？为了我妈。啊？奇怪，你怎么了？没事，右手有点不舒服。快去休息一下吧。一万。你醒了？我怎么了？我生病了吗？哦，医生说可能太疲劳了，不算生病，全身体检做了，问题不大。哦，没事就行。刚发财，我怎么能生病呢？你要多多休息，毕竟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挺累的。啊。老板，你出名了，各个新闻都在报道你砸2000万搞定钉子户的事儿。财神横出无名人士，出手千万解决钉子户，从1万是万豪集团的幕后推手，还是隐藏大户？相关媒体正面报道。老板，你的目的达到了。那是对了。老板，老板牛逼！是你舅妈呀！谁呀？吵什么？吵到我老板休息了。不知道哪些人，保安正赶着呢。还是我舅妈。舅妈？好像不止一个人，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哎，这人一穷啊，就跟个孤儿。只要有钱，什么苍蝇都过来叮一口。哎，舅妈是上次你妈死了，连那个钱都不肯借给你的那个人吗？让他进来吗？算了，让他进来吧。光让他自己进来就行了。好。哎呀 ，Sir， 你是真高级啊！不高级，你这个当舅妈的又怎么会？哎呀，我的好侄，爷爷，你这怎么了？是哪不舒服吗？胡老板最近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房子、车子，感觉花的手软，累了。大侄真的抢银行了，没事，你爸妈都没了，没事，还有你舅妈呢，给你带了点吃的来，这是你舅做的，都是你侄儿亲手洗的。什么山珍海味，胡老板没吃过，你算个啥？你们下毒吧，这我可要检查一下。新闻我都看了，我就知道说的是你，可光宗耀祖呢？我当年就说啊，你爸这名字真没取错，亿万亿万，随便出手就是上千万、上亿啊！你舅的手艺是差了点，我就说外面买现成的吧。你就怕不干净，这点本钱都守不住，还出来攀什么亲戚？好了，六位舅妈，没人就走呗。小东西，送客。不，还真有点事儿。上次你不说你侄儿有音乐天赋吗？你一说他有音乐天赋，他呀就看上了一台钢琴，想学。多少钱？他呀看上一台二手的，
8000块。婶儿，给他8万块钱，买一台新的，进口的，全世界顶级的那种。哎呀呀，谢谢，谢谢我亲外甥了。还有吗？你不是没爹没妈吗？我和你舅商量了，以后啊，把你当亲儿子看，把你接过来住。免了。我们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住一起。就算你平时不想住，也行，偶尔来住都可以的。多大？不大不大，才200平，够了，一家四口。这也太小了吧？买个1000平的，王权，再给他打1000万。天哪，我的亲外甥，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舅妈，你自己不需要点什么吗？舅妈也想啊，可是当时舅妈也对不起你。你自己还算知道啊。以后你舅舅也会常来看你，可是他那个腿脚呀不方便，老了走不动了。行了，再给你买一辆豪车吧，那种宽敞的，等你以后老了走不动了再用。行，想得周全。好了，舅妈，明天回去吧。老板，虽然你钱多，但你也不能这么给你舅妈。老谢，老板自有主张。老谢，记得找人盯着我舅妈，让他每天都帮完课都上门。磕头。好，你放心，我一定让大家全家给叔叔阿姨磕个流畅。还有那些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亲戚，每个人给他10万打发走得了。喂，万维集团。哎，停住！什么胆子敢让你们往这里面？停住！这里可是万豪集团，是你们这种垃圾废物能来的地方吗？这他是谁呢？这位是万豪集团请来的胡一万先生。我知道他，我女人的男人嘛。老板，这么好说话？老板，牛逼啊！使劲演女人。这位保安大哥，这位真的是万豪集团汪总裁。请你放尊重点。副总裁我都没见过，副总裁能请这种人来？你最近都不看新闻了呀？啊，当然看，什么博彩新闻、古马新闻，我条条都看。哎，胡总，没想到你这个大忙人还早来了。您这种大贵人还这么准时，而且还这个及早到了。对不起，我及早来。是尊重万豪集团，没想到你们的看门狗咬着人不放。你们谁是狗？这是胡一万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大贵人，不认识吗？啊，真遇到贵宾吗？哎呀，对不起，胡总。我马上把这个瞎了眼的看门狗开除掉。行，你开狗。行。哎，老板，看起来万豪集团并不看好老年重疾医疗体系，全程只聊了投资养老康复的事。最近新闻上一直都在报道，他们组织国际国内顶级专家团。做地产是商人行为，做药品是善人行为，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呀。砸碎，害我丢饭碗，我他妈弄死你！放了他，回家带孩子去吧。谢谢，谢谢你啊！哎，老板，你公司缺人吗？缺保安吗？缺看门狗。啊，这个我最擅长了。朝前亲戚都来找我，
这么多钱，手机这么好？这是你前夫给的。那个废物。对呀、啊，他居然就是那个帮助万豪集团拔了钉子户的隐形富豪。啊？他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他找富婆了？不会吧，就他那样。他捡着宝贝了？有可能。哎，要不你去问问。这有点难度吧，毕竟我当初那么对他。对了，咱们不是还有孩子吗？孩子怎么样了？怎么不去医院？孩子怎么样了？怎么不去医院？我不用去医院，他已经睡着了。在里屋睡着吗？不方便，我就先走了。他就是想你这个爸爸了，他经常会哭着说想你了，哭累了就睡着了。嗯，怎么了？喝酒了？我不喝酒还能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因为我想你。喝酒了就早点休息。你别走，别留下我一个人。我们已经离婚了。啊，对了，这是孩子给你亲手榨的果汁，他说一定要留给你。多喝点。你怎么了？没事吧？我有点晕。那你赶快躺下休息一会儿，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可能吧，上次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你有没有熬小夜？没有。那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什么富豪之类的？没有。怎么变得这么有钱？那个乞丐，你开玩笑吧？他给了我一个宝贝。宝贝？什么宝贝？值钱吗？古董吗？就是一个宝贝。卖了吗？还是从哪儿啊？天，别破坏我的宝贝！我只是心疼孩子。嗯、还是像猪一样让人恶心。发财福，发财了，发财了，找到了。没有你我怎么活呀？他说一定要留给你。在这儿，刚刚明明瞧瞧看一看了啊，儿童玩具大甩卖了，厂家尾货捡漏，全场一元啊，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看一看。这个我妈回来的时候给我买过，好贵的，是我妈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老板，这些我全要了。我不卖了，不卖了啊！你别走啊！我买玩具呢。我，哎呀，我不消啊啊！没事吧？喂，吴医生，你快来我这边一下，我这儿有个病人，你帮我看一下。
大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不关你事儿，是我自己不小心。你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没事吧？闺女，爸没事，就是手折了一下，小事。小张，一万，这是你爸？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有事冲过来，别害我女儿！哎，爸，你说什么呢？这是我老板顾一万。我不是故意的，快走！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走！啊！对不起，我只是看他有点，而且他打了一针。你爸是不是有点？啊，他以前就发过癫狂症，希望，不好意思啊。其实这事要换成别人，早就撂摊子跑了。只有你，还把爸送到了医院。你爸受伤，多少跟我有点关系，我会负责的。是你人好。哎，对了，刚刚看你爸有点眼熟啊。哦，可能吧，他以前在电视上、新闻里经常会出现。张飞鹏，就是那个飞鹏集团的董事长。哦，那可是个大人物。那当年也是社会热点呢。是啊，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子，很奇怪。去年他运气特别好。听起来你并不太开心啊。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想给我和我妈最好的生活，只是他运气一直很差。可是去年他突然赚了很多很多钱，运气特别好，他开始买豪宅、买豪车，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开始做投资，就好像钱永远都花不完。啊，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爸的故事好像和你很像。不过还是你好一些。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投资万豪集团就是为了救治那些像你妈一样得了重病买不起药的人。可是我爸，他自从有了钱之后，他经常每天都不回家，脾气也开始变得特别大，而且他还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妈知道了以后，第一次原谅了他，但是后面实在是受不了了，离开了我们。对不起，提到你不开心的事儿。哦，那你爸现在怎么摆摊了？去年某一天，我爸突然晕倒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没有休息好，然后他接连的开始吐血晕倒，再后来爸爸就开始疯疯癫癫的了。对了，我上次晕倒你也反复叮嘱过我。而且他还把钱一直都送给别人，白送。钱太多了？但是奇怪的是，他又让别人把全部的身家都给他。啊，我们都以为是他疯了。他在家里天天都会念叨，不要钱，不要钱，钱太可怕了。有时候钱多可能也救不了命。不过后来有一天半夜他突然回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体也开始变好了，一切都开始变得正常。这么奇怪。后来呀，我爸就摆了个小摊，然后每天都很开心。虽然现在家里很穷，但是我感觉到很温暖，也很幸福。有爸的孩子就是好吧。希望你想你爸妈了吧。没事。闺女，闺女。爸，人醒来了，一切正常，回家好好休息就可以了。好了好了，我们快走。走啊，一万，我爸累了，我们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啊。明天就去村支，不要再和他来往了，最后永远都不见。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走。
喂，王全，老板，收购万豪集团的最后一步还差二十。行，我一会儿去弄。我的发财符呢？我的发财符哪儿去了？哎，这就是那宝贝。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上面写了三个字：发财符啊！发财符？啊，那小子一定就是靠这玩意发财的。你别着急呀、啊，小心把它磕坏了。你说这发财符它到底怎么用？它是能够凭空变出钱来，还是买东西的时候能当钱使？我刚买彩票，中了100万，1000万，没有。哎呀，发财符呀，发财符，给我变出1000块钱来吧。这也没钱呐，毛病，你以为变戏法呢？那你说这发财符它到底怎么用呢？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去打牌的时候纸不输啊？哎，对呀、啊、哎，走。是不是你呀、啊？贼喊捉贼！黄小瑶，我告诉你啊，这东西是我拿到的，你可不能独吞啊！他妈，你他妈反了呀！自己丢了东西还赖我？你就是个骗子！你还说你是什么万豪集团的经理？其实你是一条看门狗！你还敢骂我？妈的，就是。人渣看门狗，黄勇，我告诉你啊，他才不是，你快点把他还给我！看你他妈是疯了，滚！财富，你还给我！要是不还给我，我给你拼了！聚德会财，逆风翻盘。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聚德会财，逆风翻盘，我要20亿。收到转账，20亿元整。喂，王圈，钱有了。你好，我找你们总监。哎，你不是向青青的废物前夫吗？怎么说？那是我们胡老板。对，青夫，我还真是没认错人。老板。废物地的老板吗？你嘴巴放干净点。难道我说错了吗？难道你们还要我总编来采访？到底脑子有问题吗？滚啊！你们不是一直四处发消息说想找那个给了丁子户2000万的人吗？对呀、啊，那才是冒牌新闻。我认识他。你认识？不可能！你这种人还认识那种大人物？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你要是那个大人物，我今天就从这里脱了衣服走出去。那你就脱光，你从这里走出去吧。你哥，你真的亲自来了，太感谢你了。你真的是，别脱光了，赶紧从公司滚出去。主编，是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吴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求你原谅我，是我眼瞎。至于你们公司开不开除你，是你们公司的事。脱光就算了，你的身材太差，影响市容。吴先生，您真是大人大量，来，里面请，里面请。是我眼瞎呀，吴先生，从您私人出资2000亿帮助万豪集团解决了一个钉子户的问题，再到您3000亿收购了万豪集团。
对于这一系列惊人的举动，请问你有什么想要和大众说一下的吗？这并不算什么惊人的举动，我只是想在老年药品的研究领域上尽快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老年药品研究？因为我父母就是因为重病买不起进口的昂贵药才去世的。您这么有钱怎么会？当时我也贫困潦倒。啊，对不起，我并没有想到曾经您。没关系。您这样说我真的是很佩服您的，您真是一个大善人。善人我称不上，我只是。胡先生您没事吧？胡先生，胡先生来人啊。怎么又突然再动你就死了？你都动一晚上了。老谢，你说什么不吉利的话？收回去。没事。医生，怎么样了？给个准信啊。不好意思，我已经尽全力。没意思，什么吉利了？短短几个小时，病人的身体机能全面衰退，药物都。救活了，无法预测。他是我们的希望，医生一定要救活他。我们相信，祝愿。老夫已经是国内顶级专家，我治不好，你放哪里？做好心理准备吧。我求你救救他，救救他。聚德汇财逆风翻盘，我要40万。还是算1000万收购你的公司。给我2000万。好。我要20亿。太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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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老板？拿个斧。完蛋，全完蛋。这医生也没说会发疯了。不行，我得活着，我得活着。这下冲到太平洋去了吧？哎呀，这下就完了吧？太好了，终于没有了。老板，您心情好点了吗？啊，好了。老板，你要多休息，别站着。啊，放心吧，一切都好了。陈老板，猴子。老板，这发财符
不行，我得自救。谢文美、王权，你们去把所有的账单都统计给我。啊，去啊！啊，好，好。老板，您的卤味江湖已经成为全国卤味三巨头之一，一个月纯收益2亿，一年轻轻松松24亿。报告老板，您的爱康福科技公司今日已经完成了 B 轮百亿融资，而且我们申请的专利已经在国际20多个国家获得了250项，专利补贴近8亿。那，老牌地产行业刚刚把100%的股权和其他产业合计1200亿元转让款转让给我们，我们收购了幸福地产后，会打造幸福万家城的极具价值品牌的商业项目，再结合万豪集团的养老康养地产项目，预计能再创造老品牌的新辉煌。够了！马上把这些赚钱的项目全都停了，都给我卖出去，把钱全取出来，想办法花光。各位各位，商场里所有店面都不再出租了。啊？为什么？我们刚签的合同不能毁约的，回约我要告你们的。对呀、啊，我们出了这么多装修费，怎么可能毁约？先别着急呀、啊，我们虽然是不租了，但是免费给你们用，今后你们一分钱都不用出了。啊？免费？不用花钱？对，您住的有点远吧？啊、嗯，开车1个小时呢。那公司每个月给你补贴一些油钱呀，那真是太好了。老板，我也很远，我没有车，我坐公交都要坐2个小时，坐地铁都要坐1个小时。那公司也给你补贴，有车吗？没车公司给你买台车。啊？买车给我？不要钱？不要钱。啊，老板，我的车也坏了，年份太久了。好吧，一起一起。感谢老板，老板，我给您跪下吧。谢总，我们正在做科研，叫我们来干嘛？你们那里瓶瓶罐罐那么多，不知道会不会爆炸，我胆小，所以叫你们过来。所以现在是有什么吩咐吗？老板通知。我们的科研项目现在什么？我们前前后后付出那么多努力，现在效果也出来了，现在跟我讲说停止就停止。以后啊，这个科研项目就属于你们个人。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以后盈利啊都属于你们个人了。这太好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儿。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板，刚向直播你也看了，按您的指示，把养老康养项目的股份免费发放给各个社区老人，那些老人们都欢呼雀跃，个个都年轻了几十岁，有人当场就从轮椅上跳起来了，满大街跑了。老板，搞定了，我找了各大仓库来兑换现金。老板，去考虑点，现金放银行挺好，你干嘛又租这么多仓库，又贵又不安全。这么多钱放银行得多少利息啊？老板，我们现在赚钱项目都已经停了，那我们一直亏本投资在老年药品项目上，是不是也要停了？这个项目必须留下来。那要不要留点资金在项目上？够用就行。是，老板。你们出去，去把周英叫进来。你好，顾先生。我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对不起，胡先生，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您的病情没有丝毫的好转，而且还加重了。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吗？好吧，谢谢你，明天出去。老板。好点了吗？好点了。对了，张晴呢？好久没见她了。张晴，她离职了。这么突然？就你上次病倒的时候，她都没来公司，就她爸爸来送了个离职信，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可能她觉得您不太行了吧？
你看我这嘴，可能是咱们公司最近出了点状况，他爸爸觉得不太稳定。女孩子嘛，想安稳点很正常。老板，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对了，我打算把钱全部分给你。老板，不用了。你看，你给我们的车子、房子、钱、公司都已经够多了。没想到啊，这人运气来了就是挡不住。老板，外面来了很多企业家，都是给我们送钱来的。啊？老板，给你开。这次胡一万先生把名下所有赚钱的产业全部转手或者免费赠送给员工，他还把很多现金分发给更多需要的人。听说他还要回到自己的老家进学校，让更多乡下的孩子受到更好更先进的教育。这样一个大善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大关注。您的账户收到转账2000万，收到转账1亿，收到转账10亿。怎么回事？我账户上怎么又有钱了？说话！老板，我错了。我最近看您到处送钱送股份给别人，我以为您是疯了，没想到您才是高手。您做了这么多善事，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人脉。那就有很多好的项目送到公司门前了。我看到有些项目实验还不错，就签了一些合同。没想到我赚了很多钱。说吧，以后不准在公司再赚一分钱，你听不懂啊？为什么呀，老板？开公司怎么能不赚钱？我是老板，我说不赚就不赚。老板，您说笑呢吧？对，你这开的哪门子玩笑？老子就是讨厌钱。请问是我张晴。哟，张晴来了，让你和老板好好聊聊。他们说你病了，你还好吗？我好着呢。有些憔悴，又瘦了。这么久没见，你好像也瘦了。我去给你拿点水果。你问老板。你问聚德会财，一共三百。聚德会财，逆风翻盘，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一万，你终于醒了。老板，我和王权先出去了。干嘛呀？走。你瞎呀？你没看到老板来吗？满脸又都是血，这都看不出来。老板和小张，看小张的样貌，小张的身材。好了，走了。你知道我刚刚有多担心你吗？要不是你说了胡话，我都以为你死了呢。对了，我刚刚听见你说你爸。是，你当时说了跟我爸一样的胡话。聚德会财。对，聚德会财，逆风翻盘。你爸呢？他现在人在哪？你把他找过来。我才不把他找来。他要是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把我抓走的。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死活不让我在你那上班，连见面都不准。你知道吗？这次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他把我关在屋子里面，也不准我出门。我听到了你不好的消息，我就用长绳从窗户上爬出来了。这么危险啊！你果然在这里。爸，走，跟我回家。爸，走。让我见一万，他是个好人啊。
还活不活今年呀？发财符，这可以变钱的，多少钱都可以。对呀，一千万、一个亿、一千个亿都可以的，你拿去。你就是那个乞丐，发财符是你给我的。西安美、王晨，抓住他！你爸，只有你爸才能救我。爸，你先别走，求求你救救玉万吧，他要是不活了，我也不活了。叔叔，发财符是你给我的，现在我要死了，你得告诉我怎么办啊！爸，好孽啊！好，我告诉你。好，我告诉你。这么早来跳楼啊？啊。你好瘦啊！我生病了，要死了。这个，拿着。谢谢。别被风吹跑了，一会儿更害怕。还有吗？不好意思，这是我最后一点钱买的了。啊！我也救了。发财符，后面的故事就都知道了。我开始跟他一样，得到了很多钱，成了知名的企业家，直到我生病。但是你现在好了呀？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你，发财符就离开我，跟着你去了。那为什么发财符就偏偏跟了我？要想摆脱发财符，就必须遇到一个愿意给你全部身家的陌生人。可是我全身上下就只有十块钱。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有个人愿意把全部家当给我，那发财符就跟着他了，对吧？是啊。那样发财符就遇到了一个可怜的新主人了。因为我把我的全部身家都给你，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你，这样你就不用死了。不行，当然不行，这样你就变得跟我一样了。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对不起，校长，我知道你对我这么好。其实现在说出来也挺好的，我也踏实了。不过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接受不了让你去死。我也可以不用死啊，我不用发财符不就好了吗？没用的，发财符总会要你的命的。那得找老谢或者王权，不行，他们也不能有事啊。那就找个陌生人吧。陌生人怎么会把全部家当给我？没关系，只要有希望，我们都一定要试试。只要有希望，我们都一定要试试。你好，我问你看发财符是谁给的？我把这个发财符给你啊。有毛病吧？他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钱的。神经啊！什么人啊？什么人都有。不许啊！你可以把你的全部身家给我吗？嗯，看你长得也挺美，想的也挺美。他可以给你带了很多很多钱。你这么有钱的，你还差我们这点吗？你管他。你好，请问你可以把你的全部身家给我吗？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公司过户给你啊。一万，你来这里干嘛？
因为你来这里干嘛？你爸爸曾经也来过这个地方吧？因为你别做傻事啊！结果呢？人来了吗？结果来了一堆人，带来了银行卡和钱财，那都不是他们的全部身家。老板，我们回房间，你们去吧，这里冷。因为。 楼下来了好多企业家，要入股你的公司，他们说你做任何项目他们都会跟投。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老板善于营销，善于品牌炒作，这么厉害，肯定跟着我们赚钱。我不要钱了，我要活下去。一万，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来，我们可以等。别过来。 既然我必死无疑，那我大方大方花钱，我不列列的死去。你创业是要做什么？我想研究鞋底滑轮。为什么？我是送外卖的，送外卖实在是太累了，差一秒就不够钱。我想做个鞋底滑轮，可以穿越1000障碍物，还能自动爬楼梯。 这下把好啊，硬要多少钱？100万。我们研究研究。10万也行。100万拿过，起码1亿。1亿？你创业是要做什么？金丝软甲。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薄、贴身、保护自己的。你是什么工作？小区保安。需要这么高级的保护吗？现在业主脾气都不好。 我家老母亲不放心我这个工作，要我回老家。行，那老母亲先走好，你需要多少钱？100万。那能研究个什么玩意儿？给他2亿。你想创业做什么？除了就联系他的药啊。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政府工地的工人，老板老不发钱。我希望如果有这种药丸的话，吃了以后觉得年轻很，他不会去买大奔驰，他会把他的大奔驰换成我的工钱。这样吧，你给他准备10亿，让他多研究一点这种药丸。好，谢谢。你们老板这个月还拖欠你们工资了吗？欠了。多少钱？4000。 这是20万，回去发给胡一万创业基金会，让所有有想法、有创意、有梦想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让梦想照进现实。我是一个医生，没事没事，我能治，我能治。我需要很多的钱来买专业的设备救我的病人，可以吗？啊，是的，我们相信胡一万先生能够让所有人的梦想得以实现。那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只要你敢想敢做，就联系胡一万先生的创业基金会。 没事儿，老板，最近我们花出去的钱大概有2000多亿，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而且在研制老年人药品的项目上，我们一直在亏损，我们可以收一收。没关系，只要我没死，我们就有用不完的钱。去，好。以前我爸妈常说，等饿老了就来这个地方，路过田家任何负担。 可是没想到，还没来就。没事的，还有希望。老板，您最近为了创业基金的事儿已经很累了，关于孤老院的项目，你就别操心了，我们来做。不，这是我爸妈一直想来的地方，他们说孤老院是老人最后的归属，能给老人更多的关爱，所以现在我有能力，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亲力亲为。 外面吵什么吵？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哎，你个老女人，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想都不要想，这里的老人孩子我都不会卖，你给我滚出去！这么小一个孤儿院。
没有我老大的保护，你经营下去吗？你这些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这里的孤儿老人已经够可怜的了。夏小姐，我听说你可是个狠人啊，这么小的一个孤儿院一下子捞了2000万。至少我还想做个好人。嘿，好人那更好，那些老人孩子们我才不会害他们，我就是给他们组个团呀，做个主播呀，做个明星啥的呀。你就是拿他们这些可怜人作秀为你们赚钱。他们有机会赚钱，你也能得到钱，一举两得。说不到一块，你别跟我说了，滚！你妈给我滚！我妈呀，你就对不起了。来，让这个老女人在这里按手印，如果她不按，她就打得半死。再来，你敢？老子弄死你！你想都不要想，这里的老人孩子我都不会卖，你给我滚出去。这么小的孤儿院没有我老大的保护，你经营下去吗？你这些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这里的孤儿老人已经够可怜的了。夏小姐，我听说你可是个狠人啊，这么小的一个孤儿院一下子捞了2000万。至少我还想做个好人。嘿，好人那更好，那些老人孩子们我才不会害他们，我就是给他们组个团呀，做个主播呀，做个明星啥的呀。你就是拿他们这些可怜人作秀为你们赚钱。他们有机会赚钱，你也能得到钱，一举两得，好吗？对不起了，来，让这个老女人在这里按手印，如果她不按，她就打得半死。再来，你敢？老子弄死你！这么小的孤儿院没有我老大的保护，你经营下去吗？你这些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这里的孤儿老人已经够可怜的了。夏小姐，我听说你可是个狠人啊，这么小的一个孤儿院一下子捞了2000万。至少我还想做个好人。嘿，好人那更好，那些老人孩子们我才不会害他们，我就是给他们组个团呀，做个主播呀，做个明星啥的呀。你就是拿他们这些可怜人作秀为你们赚钱。他们有机会赚钱，你也能得到钱，一举两得，好吗？说不到一块，你别跟我说了，滚！你妈给我滚！我妈呀，你就对不起了。来，让这个老女人在这里按手印，如果她不按，她就打得半死。再来，你敢？老子弄死你！对不起，孩子我还是不能有。你这么绝情的吗？我马上就要死了，不过养你和孩子的钱我很快就会给你们打过去。好。
姓彭的，我遇上胡一万了，他说他快死了，很大很大一笔钱，死人！我现在有钱，看你还不过来求我。泉儿，老板这位真会花钱，他最近花钱花跟自来水一样，是不是疯了？啊，那我们两个怎么办？那我以后跟着你干吧。想看更多精彩短剧，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最新一手资源，每日持续更新，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那可行不行，你是高材生，前途无量的。是，我肯定行。怎么了？这是没守着那小子呀？这么早就回来了？那小子呀，人不错。你又这么爱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我知道他是你前夫。我知道他放不下孩子，我也知道你也很需要他，但是走啊，这也不是你欺负他的理由啊。臭男人，闻着钱香你终于舍得来找我了。哪里是钱香啊，还是我的李文香。我说了，胡一万那个人心软，我一哭二闹三上吊，他不得什么都听我的。他听你的，你听我的。坏男人，谁叫你还做他爹呢？没跟你白生个孩子，这钱我拿着了，等我饭本回来呀，我们出去玩个够。谁啊？王权？哪个王权？王权？吴先生，您公司研究的新药品马上就要上市了，药品价格真的如开始所说的是有那么低吗？对，保证每一个老人都能用得上。这一年您真是一个奇迹。我宁愿不要这个奇迹。我们胡总一直很低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我所做的只是尽一个儿女的心意。低调而踏实，胡先生，您真的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一大神话。请大家相信我们公司的药品，请大家相信我们胡总的孝心，请大家相信天下做儿女的爱。爸妈，我终于做到了，如果你应该活着该多好。要不要休息一下？老板，不好了。老谢，怎么了？我刚从我们合作的医院回来，那边的家属说我们的老年药品有副作用，老年人用了之后非但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什么？那赶快去做调查，做回访啊。老板，情况怎么样？很严重。怎么可能呢？我们做了临床实验那么多次，数据都很好呀。临床实验数据是没有问题，但是上市以后效果特别差，很多老人服用了以后当场就呕了。那赶快停止销售啊。是的，已经说贵了，还得去安抚家属，已经做了巨额赔偿，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没有钱了。钱不成问题，对，我还要亲自去，我要向所有的家属赔礼道歉。哎呀，李焕，你不能去。老板，市场上又出了一种新药。什么新药？就是这个，这是一种高效药，效果特别好，而甚至还能治愈我们药品产生的副作用。
真的吗？那这样很好啊，可以帮助当间老人。但是它特别贵啊。没关系，去买，多买一点，然后把它送给那些老人。好，我现在就去办。聚德会财，逆风翻盘，我要2亿。啊？怎么没有反应啊？会不会太多了？聚德会财，逆风翻盘，我要1亿。再少一点。啊？不会啊，1000要多少都可以啊。总要有个底呀、啊，银行都有限制的，你说对吧？聚德会财，逆风翻盘，我要200万。啊？会不会是真的把发财铺的赔用光了？您目前因为过于贪婪，额度已用光，明天就是您的死期。明天就死了，也挺好，可以见到我爸妈了。不要，不要，我不要你离开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我犯的所有错，都得我自己来承担。你要这样，你也不知道会这样的。你这样，你去把我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取出来，去赔偿给那些受到伤害的家庭。好，好，我只有1天可以看到你了。天上人在，外面好多人啊！老板，大家都说怎么了？大家都说说什么？大家都说这些高价药是我们公司研制出来的。什么？很多人都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敛财策略。什么意思？总在说，哎呀，我说不进来。王娟，你说，大家都在说，我们又生产低价药品，炒作博眼球，取得信任，然后我们又生产低价药品，让别人得病，然后我们公司又生产高价药品，他们又不得不买。总的来说，大家说我们是奸商，是恶人，用这种方式赚钱。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么计划过呀！谁会这么害我们？不行，我得去解释，跟大家解释。不，一文，你不能去。拉倒奸商，杀人偿命，干掉回万。对不起大家，我们先深表歉意，我们也不想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别激动。大家请相信我们，我们绝对没有用低价药和高价药获利。大家别激动，大家不要乱扔东西，要疯我比你们更疯。大家别激动。全是枪。大家请放心，哪怕我倾家荡产，我也会补偿大家，请大家相信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他就是个烂人。我的命好苦呀，这个胡一万就是个骗子。这个胡一万是真的没良心，突然发财之后就嫌弃我，要跟我离婚。你嫌弃我也就算了，还说孩子是别人的。你胡说，那个孩子本来就是你跟别的男人的。是跟那个彭，大家快来看呐！我就知道这个人渣会污蔑我，所以我特地去做了亲子鉴定。亲生儿子呀，亲生儿子呀！这个报告肯定是假的。你个天杀的没良心的，给了一点钱就要打发我！你这个女人，你胡说！你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胡说？明明是你跟其他男人生了孩子，然后再嫁给胡一万。就是你这个女人，把胡一万从我身边骗走了，还想让他不要我们母子俩了。你乱说！快点睁眼看看呀！胡一万这个烂人，还说如果我再去找他，他就把我送到国外，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我的天哪！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你凭什么打我？自己说，孩子是不是你送到孤老院的？是不是你又给他江姐钱了？他在帮你说话的。小香姐已经把证据都发到我手机上了，你要看吗？大家还记得那个小香姐吗？就是当年那个要2000万的钉子户。小香姐要那2000万，明明就是用来建孤老院的。呸！建孤老院也要有人信啊。那个孤老院是干嘛的？想必大家都清楚吧。就是这个胡意外，他要把我的孩子给卖掉。老乡亲们，大家都来帮帮我这个弱女子吧！够了！就不知道哪个混蛋天天杀的害我们。幸亏我是全国武术一百名，还扛得住。你扛得住？我他妈扛不住，疼啊！人呢？他那儿怎么？下！别打了，我求你别打了，他是个好人，我求你别打了。好人？他不是个好人。你也不是个好女人。你别打他，冲我来。哟，心疼啊？心疼那就好说嘛。来，把你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就是想要我名下的财产。呸！这些钱呢，本来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家人啊，都被你害死了。不是病人家属，到底是谁派来的？你们的老板到底是谁？事到临头了，问那么多干嘛？就弄死我！你不怕死，我们弄不弄你，反正你都要死了。但这个女人，你舍得她死吗？你别碰她！我呀，你还不签字？我就把她先签后杀。你冲我来！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的妞，我真是第一次碰到哎。别碰！我签，我签！喂，老板，搞定了。王八犊子！王八犊子，赶快捉住我老板！放了我们老板！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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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武术关系一百名？老子给你！哎，把他给我弄死！我们都没命了！回来不行。你到时候有人追查我们，我们就进呗。医生，医生，救救我们！我们受伤了，再不已经来不及了。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是高端私人诊所，不接待外人。医生，医生，不行，请你救救他们吧。我还能喘气，麻烦你先看看老谢。救不了了，老谢，别吓我！老谢，你快醒醒！老谢，医生，求你一定要救救老谢。吴先生，吴总，
认识我？当然啊，我们见过面啊，是你的创业基金帮助了我，现在我这里都已经变成了私人诊所了。你伤得这么重，快快进来，快进来。老四，老四，你别吓我！任医生，你还能救救他吗？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毕生所学救活胡先生的，我不会让他死的。哎，这是什么？不，不要动他，他是魔鬼。一万，你干嘛？他可以救你啊，你可以不用死了。我不能再让他害人了。任医生，谢谢你，不过不用救我了，反正我今天已经要死了。一万，行。不能再让那魔鬼再害你了。啊，我明白了。你说什么？什么魔鬼？王权，公司就交给你了。虽然没什么钱，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把药品的项目做下去。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没有我，你也要好好活下去。任医生，反正我也要死了，把这留给需要的人。想不到我这做了一辈子好人，最后变成了最大的。一万，王老板，王哥哥，少来，我们不熟，怎么了？要钱？上次给的钱花完了，您看能不能再给个几万？果然贪得无厌，胡老板当年就应该早点休累。哪有？因为没用他多少钱。胡老板那个人太仁慈，对你们太好，所以死得早。胡老板呀，他就是恶人恶报。你我都知道胡老板是好人，但是好人没有好报，我不屑于这种。哎呀，您这么有钱，想当什么人都可以啊。啊，我是有钱，我钱多的花不完，但是不想浪费在你身上。王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滚！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王权，你别翻脸不认人呐。对呀、啊，要不是我。你哪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你可被过河拆迁。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凭的是韬光，不是能力，关你们什么事？来人，把他轰出去！我给你们那么多钱，是因为我善良；你们花光了，是因为你们贪了。松开！王八蛋！揭发你！我要告诉所有人，那些抬高药价的人，到底是谁一手指控的？你就是个叛徒，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人渣！我人不人渣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像你们一样，就是一个废物。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们无义了。去揭发，揭发可以，但是你们的孩子已经接到家里了。你混蛋！我发财，没关系，反正这孩子咱也没多少感情，要杀要剐，随你便。是吗？既然这样，那我就放心了，你们可以去死吧。死啊！不可能，我们会活着去揭发你的那些所作所为，是吗？我想你们是没有机会。刚刚你们在外面等我的时候，我在吵架。你什么意思？好了，你们不要再说话了。再说的话，这是最后一次。竟然下毒！竟然杀人！我这不是第一次杀人。
老谢在这管什么？拖出去！国外肆虐的最新 NB 病毒今日终于有所控制，经凯发医药研制出来的药物取得阶段性市场果，并准备在各种寻找合作方法。太好了，万一病毒传到国内，我掌握中国药物渠道岂不大了？喂，马上给我找到凯飞医药的人。王董，您请，张总已在里面等你了。张飞鹏，怎么是你？你怎么说话呢？张董，对不起，我马上把他赶出去。哎，难得呀，还记得我张飞鹏的人不多。张总，您出名江湖了，果然是有心之人。你以前可是商界神人，你就像那个胡，像你的前老板胡一万，对吗？不像不像，他怎么像您这么命？不错，他不配有我这样的好命。您认识他？他害得我女儿伤心过度离开我，一个人去国外隐居了。我很讨厌他，死了还坑人。哦，知道了，您是张庭的父亲啊？不不不不，能屈能伸，心思细腻，怨不得你会骗了胡一万，吞了他一切财产，厉害了。别奇怪，想要跟我合作的人，我当然要把他底朝天的查个遍。放松，知道我为什么答应见你吗？因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足够心狠，足够阴险，这样的人还配跟我合作呀？张总，您怎么样？我想让全人类的性命都掌握在我手里。应怎么办？跟你的想法一样，把病毒引入国内。君子所戒定。我先给你20亿，你去投入药品生产。才20？怎么嫌少吗？难道你又想空手套白狼，只进不出？我可不是那个愚蠢的胡一万，我是当年叱咤商界的张飞鹏。不是，这个项目投入很大，后期投入无法忽略。你怕我没钱吗？那我就让你开开眼界。看好了，聚德汇财，逆风翻盘，我要1000万。看好了，1000万，这么神奇？是神奇的，我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拿着它没用，这块发财符是认主人的，在你手里不过是一块废铁。不的不的啊，对了，当时在诊所的时候，胡一万你有一颗一样吗？对呀，你是聪明人，应该想明白了，为什么我和他都有用不完的财。立恒就是我亲爷爷，我的财神爷。孺子可教。张总，你的病毒何时能眼睛？我的药品已经准备好。还好意思找我？刚刚专家团队汇报了，说你生产的药品质检不过关。你不会是想跟老子玩你当初坑胡一万的套路吧？啊，用不合格的药品害人，再赚一道钱？怎么可能？我绝对没有这么想过。就赶快把你们那些没用的专家全部给我开除了，换全部合格的人员。哥，别再来找我，我没耐心等你。
助理，把他们全部开除，注意找人。王总，这次我可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还请了国际顶尖专家团队，这次药品品质应该能过关。是过关了。那病毒什么时候能到？坏了，你就等着赚钱吧。太好了。张总，刚刚盛世医药的代表来说，他们愿意出20亿与您合作投资病后保健品的项目。20亿，太没诚意了。再说吧，保健品，对，大病之后肯定需要大量的保健品。王总啊，你可真是一条狗，闻到味儿的就知道闻到。张总，您看得起，您看，要不你把保健品项目也给我做了吧？反正我们已经合作上了。你还有钱吗？别太贪心。别人吧，我有，20亿，我可看不上。明白。好吧，我们能借的钱都已经借完了，能抵押的钱也都抵押了。去年黑市我们也借了好几个亿，那些要债的天天往公司跑，他们说我们再不还钱，再不还钱就剁了我们。听见没有？没钱，那你给我要钱，我把几辈子家也，我哪那么多钱？老板，你要不要看联系一下张总，他钱比较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人呢？去哪儿去了？那老板，病毒从什么时候到？我哪知道？哇，老板，你快看新闻。谣言！我操！你敢这些什么谣言？喂，好，是吧？老板，你快看，这里是真的。前段时间所流传报道的国外 MB 病毒，老板，一场操作。老板，老板，没事吧？老板，就是他，欠了几千万都不还，把他头割下来！啊！不要杀我！对，不要杀他，他的狗命是我们的。钱在我这儿，你们滚吧！算你命好。有人买你的狗命，走！啊！老谢，竟然没死，太好了，有你太好了。老谢也是你叫的吗？当初居然叫人打死我？没有，少装蒜！都调查清楚了，什么高价药、低价药都是你搞的鬼！不是我，是胡一万，是他指使我做的。你不敢？有什么是你不敢的？怎么可能？你没死，我看着你就气的。你这么忙也没时间来参加我的葬礼，所以就没看见我复活。怎么可能复活？他才不燃烧了，所以我的魔咒解除了。意外的善意解除了发展。原来你们都串通设计我，从来就没有病毒，对不对？是，这词未免用的太重。我们这是替天行道，你这个人渣！杀人不眨眼，千刀万剐的活该了你！一万，胡老板，我错了，原谅我吧。可以原谅，老谢可以吗？那么多吃了劣质药的百姓可以吗？子健，把它交给相关部门吧。好。吴先生，这次您能够东山再起，也研制出了一批疗效好、价格低的药品，也成为了商界第一人。那么请问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年我成立了创意基金会，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现在他们成为了各个新兴领域的创始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财富和资源，也是他们一直在帮助我的。那真的是一个奇迹的循环，您当年的善心之举也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么您还有什么想要和大家一起说的呢？聚德会财，唯有德字才能汇聚财富。反盘。